大家好，我是陈峰。昨天有粉丝朋友问我们这个牛场是怎样喂牛的，以及牛要吃什么东西。今天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我们这里是怎样喂牛的，以及牛吃的饲料各方面的。现在已经到点了，是喂牛的时间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料槽清理干净了，饲养员正在铲料喂牛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是仓库，现在开始铲料喂牛。我们这边有源源不断的青草，这些都是从周围农户回收的新鲜牧草，进行粉碎就可以铲来喂牛了。这个是我们的投料车，用铲车铲料上去，开投料车进去投料。我们喂的饲料是仙草，加一点酒糟在上面，搅拌均匀。这是我们的饲料仓库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酒糟、大米稀糟。跟慢点，有的慢慢有的楼下交呀。现在开始交了。搅拌均匀了，就开过来投料。吃的都是新鲜的草，所以就很爱吃这个牛。